九夜转达。我俾计讲，方圆的是安怎去的话？哎，陈子林，你卖想超过啊你？小鬼，像我保了周青的意思，我俾介意完事，阿未完。你是不知影陈子林，他今天真的别什么事。陈子林讲，蜜月套房哦，内底有满满的回忆。真正陈崇文在电话里底讲的，燕君甲陈晴约伫遮，你跟我确定哈？咱已经离婚了嘞，我要甲向泽辉管你啥物代志啊？哪里伊嘞？你敢离婚啊？齐燕君，我有心啊，我有你的囡仔。我叫我应先去个人房来家庭，让你一世人，我派你好你家一个臭名。我等下用手机开直播，安那样你就有参与感。别搞，进去搞啊！为着我问心无愧，我感觉一点个性都没有。我不是刻意要让你吃，叫你把囡仔处理掉。你敢真正要给咱好有这个囡仔，老赖欺骗你？